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人生的梦想。我记得小时候第一个梦想是我长大之后要当忍者战队的队长，这个梦想陪伴了我到国中，国中开始就要写作文，知道吗？老师会发作文簿叫你练习写作文，我就把写在作文簿里面，老师给人低分，因为我写说我要当忍者战队的队长，我就站前念给全班同学听，全班同学都笑我。到了高中，我是读五专，我跟我朋友说我想当饶舌歌手，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也笑我。到了现在，是啊，站在西门町的街头已经七个年头的朋友，他们笑我到我的现在还没走红，我依旧还是开始站在的这个街口，但是的没说是我自己开始赖着不走，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，我依旧握紧着麦克风，我从来没有想要松手，但是关于我的表演的一定又是最好的，但不能只是搜索，我依旧不肯松手，我依旧不肯放手，我依旧还在西门町的挥洒的自己青春，但是三不五时打来电话的那个总是爸妈，他们的总是叫我快点回家，他说我在西门町唱饶舌真的很瞎的，他们问我干嘛不去打工去的 Seven 或是全家，是预先的或是必胜客的也好，干嘛站在街头丢脸，那他们叫我顺利毕业顺利当兵顺利找的工作的，他们要我去考的公务员或是卖个房子当的业务员也好，那干嘛站在街头这么的样的丢脸现眼，我总是充满自信跟他说这是我的表演，我从头到尾不会觉得丢脸，我脚踏实地，我发挥实力，我一直拖着音箱到了西门町，是的没错，我就是他们的口中说的那个该死的七年级生烂草莓，但是现在我厚着脸皮，我咬紧牙关，我硬着头皮继续还在这里开始追求梦想，你开始问我这一切的到底会有什么的值得你站在的这里努力，我回答你，我小心发热，我热血沸腾，我全身上下都在流汗，我追求梦想。有人问我说，你在西门町唱了七年八年，有什么东西你坚持不改变，有什么东西却改变了他，我跟他说我的饶舌就没有脏话，我就和可卿宝的秀认真表演，改变最多的是一开始大家都笑我，都没人看我表演，现在看我表演变好多人了，而且没有人笑我，谢谢你们停下来看我表演，谢谢。是啊，我想要出张 CD， 我想要出张 EP， 我甚至想要出本写真集，但是没有六块腹肌，我的朋友他们笑我，你长得又不帅，你又不是陈冠希的，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至少现在的你是停留脚步在这听听，你听听这个声音啊，是的如此清晰，我也站在这里开始这样保持清醒，想到这里我想要让你回想一下，你是否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你那时天真的无邪笑着，你对着你的幼稚园或是小学老师说，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，你那时笑的说的想要当医生当老师当警察，你甚至异想天开说想要当科学家太空人，你还是想当总统，那结果到了现在花你最多时间却是 Facebook 即时通跟 Skype， 你每天聊天，你每天上网跟着朋友在那打屁聊天，那有了智慧型的手机每天都在 LINE， 人生只有一次的 just one shot， 请你把握当下，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，我想要当个饶舌歌手，这一首歌还没结束再等一下，我去陪我来玩线上游戏，每天回到家就玩 LOL 英雄联盟，拿起手机就玩神魔之塔，他在玩魔兽世界时就在跟我讲，他说他是奇，我玩魔兽世界85级，很屌，是个弓箭手。我回答他说，我在真实世界里面扮演饶舌歌手，我更屌，而我的等级从来没有上限。我拿起麦克风，我随时准备好我上线。我站在街头表演，不是为了爱线，而是让我梦想开始在这实现。谢谢。我叫做哈士奇，假如你回到家记得我利用电脑的习惯，手机在上网，你可以在 Facebook 或是 Google 上打饶舌歌手哈士奇，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，请大方给我一个赞，能让我站得更稳，麻烦一下这条搜寻到请打的是饶舌歌手哈士奇，不要不要不要只打哈士奇，那就冒出狗而已。